可不可以再为我做一件事情？什么事情？跟我道歉。好啦，对不起啊。其实我这几天真的是想开，尤其是来这里之后。Hello， 你可以坐下吗？你一个人吗？喂，看到你了。怎么又是你？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请一个人来吗 ？I would like to check in under the name of JoJo。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地方。跟你说话，我是你女朋友，不管我是跟谁的事。你现在连入侵事你都不知道了？什么？你最爱的我全都知道，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凑巧，那一刻的回忆也不是假，不如就忘了。喂，猫头佬，叫不你喜欢什么我都可以让给你，就算你喜欢的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也可以让给你。你会颜色最鲜艳，哦，你最爱的我全都知道，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凑巧，那一刻的回忆也不是假。但都分到同埋消息给其他人，从来都不会告诉别人他心里面的一些问题。天赐太多却不会是困扰，我心情稳稳的调好，一切自然美妙。你想不想见他？不要了，我不想让他看着我抱着头的样子啊。你很幸福的，你知道吗？去哪里呀？我想你了，你觉得我是真的。